九天玄女几乎都在帮大家挡灾，而且挡的都是生死关头。那因为是一对夫妻请我们去安神位嘛，那九天玄女呢就把那一对夫妻的太太叫来，就是公老姓绿，就说姓女，你是不是在几年前，快要十年前，有一次呢你骑机车，然后你的机车上面有挂那个包包，你在停红绿灯，刚好绿灯的时候旁边有人抢了你的包包，你跌倒了，有没有这件事情？在场就问他，那个老太太就有点吓到，那个太太吓到说，哎，你怎么会知道这样？十年前发生的事，将近快十年，他竟然知道。对，哇，然后呢九天玄女就继续问他说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倒下来那个时候，后面有一台车子有去撞到旁边的东西停了下来，那个太太也说有，然后九天玄女就继续说，他说呢，那一场其实是我帮你挡下了这个生死关头，让你没有被后面的车子碾过，因为呢如果当场没有挡掉的话，等于姓女死掉了，后面那台车也因为他过失致死，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产生。对，他也有过失致死罪嘛。